原标题：抗日战争和朝鲜战争是美国对我们产生了什么印象？两场战争是美国对中国产生的印象。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独自抵抗日本，顽强的作战一度引起美国人的同情。但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蒋介石认定美国参战则日本必败无疑，中国所需要做的只是等待而已。因此让美国人大惑不解的是，蒋介石消灭日本人的兴趣还不如美国人打。美国人发现蒋介石只是将打日本人放在一个比较次要位置上，尤其是1944年全球都在反攻，日本已经日薄西山，行将就木，这时已经夺取制空权的中国战场上兵力占优的中国军队却被垂死的日军打得一溃千里，创下世界军史上空前绝后的记录，这让全世界大跌眼镜。尤其是盟军牺牲大批飞行员，从驼峰运入中国的大批战略物资竟然完好无损地成为日军的战利品，更令美国人心如刀割。这次大败的影响深远程度可想而知，因为美国人本来就对蒋介石消极的态度极其不满，这次大败更加强化了美国人的这种印象。这个坏印象抵消了此前很多优秀的战绩，尽管很多人不断强调同时期中国军队在缅甸大获全胜，但事实上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在缅甸的胜利无法挽回他们受到损害的声誉。有人找出种种理由为玉香桂大败辩解，试图证明中国军队表现也算差可告慰，可惜美国人看不到这些。当时的美国人毕竟是这场大败的局外人，无法深入了解那些具体原因，他们能看到的只是拿着大量美元的中国军队在掌握制空权和兵力占优的条件下被江河日下的日军打得落花流水。有很多人自欺欺人的认为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国世界四强之一，说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其实五大常任理事国包括了曾经灭亡过一次的法国，也就是说灭亡过一次的国家都能成为五大国之一，那中国成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至于什么四强，只不过又医疗以自卫的空头支票而已。雅尔塔会议，列强丝毫不和中国打招呼，就私下出卖中国利益。战后苏联强迫中国让外蒙独立，美国大兵在中国强奸妇女，中国却只能忍气吞声。如此窝囊，四强强在何处？铁的事实证明，抗战后的美国仍然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而这只能是抗战后期中国国民党军队的表现造成的。而朝鲜战争对美国的影响却完全相反，美国领导人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的南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挫败了。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人用少得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这种结果与玉香桂大败的反差太大了，某些人徒劳的试图掩盖这种结果对美国人心灵的震撼只能是掩耳盗铃，自己捂住耳朵就以为别人也听不见。因为这些和所谓玉香桂战役的内幕不同，这些都是基本事实，寄希望于美国人看不见是不可能的。事实就是中国在朝鲜的表现使美国高层领导人的心灵深处和私下商讨中留下一种深深的受挫感。美国未能打赢朝鲜战争，这是美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在战后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总在想方设法的伤害阻挠美国取胜的红色中国。美国领导人被中国人的行为急得怒不可遏，他们需要有一个侵略成性的中国的存在，这样才能证明他们要摧毁中国政权的迫切愿望是正当的。
而这个政权曾彻底挫败过美国。这种受挫感演变成了对红色中国刻骨铭心的仇恨，这种仇恨甚至超过了对苏联的仇恨，所以美国要对中国进行制裁，进行封锁，并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可笑的是，这在某些人眼中反而成了中国失败的表现。其实这种封锁恰恰说明朝鲜战争让美国太伤自尊了，否则同样的战争，八国联军侵华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怎么没有对中国进行封锁和制裁？朝鲜战争后，美国对中国超过苏联的敌视，正是美国来自潜意识深处失败感的外在表现。有人会说，正因为朝鲜战争之后，西方国家才对中国进行这样那样的妖魔化，所以朝鲜战争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但关键的，我们需要怎么样的一种国际形象？如果任由美国打到鸭绿江边，任由美国封锁台湾海峡而无所作为，这又留下一个怎么样的国际形象？一个软弱可欺的中国，与一个令人生畏的中国相比，我们更需要哪种国际形象？我想抗战时期日本人的得寸进尺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从石原莞尔的相关资料中可以看出，后来日本军部少壮派毫无顾忌地扩大对华军事行动，很大程度上是被918事变的巨大成功冲昏了头脑，以为中国逆来顺受。而抗美援朝再明确不过地告诉美国人，不要轻易招惹中国，因为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后来金门危机时，本来美国海军信誓旦旦要给国民党运输船护航，结果解放军一开炮，美国军舰掉头就跑。这些美国军舰怕什么呢？与抗战初期骄横的日军相比，这些美国人的表现如何呢？美国人的这种表现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是抗战胜利带来的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